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包哥。现在我位置是在越南的老街省，对面就是我们中国了。大家也认识，他是露露。在以前的视频，我在老街，在马路上搭讪到的。露露呢是一个单亲妈妈，她有一个儿子，有一个女儿，对吗？露露也会讲中文。你看，我们骑着摩托车到这里来干嘛？就是以前包哥承诺过的，帮露露家装个空调，但是这个承诺呢已经发出来了，我包哥就到了胡志明去找丽丽了。找了丽丽之后，很多的粉丝在评论区说我有画大饼了，没给露露家买空调。今天我到老街了，就帮露露买个空调，省得别人费言费语的说我包哥。但是这里空调呢，我单独的一个人看了一下，要1000多万越南盾，相当于人民币3000多块钱。啊，废话也不多说，听刚刚在旁边啊这个银行取款机啊，包哥取了1000万越南盾，还有一点零碎的包哥再添上去，这样露露家就不热了，还有空调了。这个空调呢有可能比我们中国要贵一点，贵一点是吧？对吧？因为你们一年四季开，买一个6-7百万的空调它还费电，这个空调有点折流的，对吧？是啊，折流并频，是啊，对吧？对啊是吗？折流并频它比较省电。露露，你说两句话，包哥给你买空调开不开心？我开心呀。说两句感言给我的粉丝听。大哥说他去胡志明回来买空调给我，现在他去过，我去买空调了，谢谢你啊。买空调了对吧？是啊，现在去买。因为也没办法，我这个话说出来了，就要去买，不买人家别人说我，是啊，空调虽然3000块人民币，包哥也只能买了，压着头皮，再一个用卡取出来的。走，我们过去买，就跑过去吧，旁边就是空调店吗？是啊。啊，走过去啊，你在这里走，走过去，旁边就是空调店。啊，这里是包哥刚刚取钱的，啊，取了1000万，3000块人民币。露露先开过去，旁边有一家买空调的店，去看一下，买好了，给它装起来。这个就是买空调的，好多的空调在外面。好，镜头转到前面，露露，来进去看一下。他这个是空调店。哎呀，这里有好多的空调，看一下，录一个视频，拍一下啊。露露，你跟他介绍一款的，哪一款？这一款，啊，1690万，对吧？你喜欢不喜欢？我喜欢了。喜欢？喜欢就买了吧，来，我把钱递给你。那这个钱拿好，这里是1000万。那这里1000万不够，那再拿一点，好吗？啊，现在是多少？1100万。1100万。3300块。3300块。叫他今天装嘛，什么时候装？明天，明天装啊，可以啊，明天装。明天什么时候装？早上大概10点到11点。几点？10点到11点最难。早上9点。嗯，是啊。好的，好的。我打电话给你了。啊。
叫他来装空调，买一个吧，就付钱嘛，好不好？在这里，他喜欢，因为他一个女儿，一个儿子在家，这里太热了。既然话说出来了，也不忘记自己的诺言，不到就做到，帮他去买。哎，你付钱吗？不付了吗？他说什么？他说明天呢，他来我们呢买单，给他也可以，现在买单也可以，但是明天我们买一点呢，电呢买一点呢，这个这么现在就买调吧，现在就把钱付了，他明天过来装就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啊，你现在把钱付了，买好他明天过来装就可以了嘛。早上大概10点到11点，9点到11点，什么啊，时可候以啊。来？他来转，我打电话给你啊，你打电话来转我，打电话我还要拍一下，啊，我知道了。好吧，到你家再拍一个视频吧，装空调的。她也是一个单亲妈妈，实际上真的不容易。女儿才几岁啊？女儿才6岁，5、6岁。她儿子大概11岁了，儿子11岁，就在这里还租了房子，这个房子还租的，他们是农村上的。这个房子租了呢，他帮他买一个好一点空调。如果以后不租了，这个空调要拆下来。这个空调关键是省电，对吧？因为越南不像我们中国，它一年四季啊都是夏天，空调呢有可能要开一个12小时到24小时。他们普遍的空调要比我们中国贵。对吧？因为要买就买一个好一点的，你买5、600万的，又费电，声音又响，小孩子学习文化噪音太响，这个变频的噪音少一点，对吧？这个单子签字嘛，你要签字，来，你签。下来看一下，他这个房子也不算大，这个空调大概还是一撇的变频，这里有空调。因为露露借的这个房子也是在10多个平方，房子也10多个平方嘛。哎，好了，买好了，明天送货上门，过来安装。好好好，哥，我现在回去了。回去啦？来，你戴个帽子，哈哈，你戴帽子。到你房子看一下，装在什么位置啊？这都这样嘛，明天装空调你再联系我。好吧，好了，我就回宾馆去先休息了。哦，天太热了，很热了，很啊！热了啊！现在我叫请你去这么特地来，我叫你来啊！我叫你啊，到我这里来就行了啊！叫，不要，我这里走过去就行了嘛！啊！你走路了？啊，我走过去就。哦，好吧。啊，谢谢好你吧。啊，这里买空啊，调给我啦。有什么话说？我说，谢谢大哥，现在要买空调给我了，给你啦，谢谢啦，谢谢啊，谢谢你，现在，好吧，明天他装空调，我再拍露露家，空调装在什么位置，然后试一下。今天呢，这里天太热了，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喝咖啡或者聊聊天，好吧，现在白天端热。我回宾馆去休息了，好不好？好了。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，感谢家人们对包哥的支持与关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再见。
关注包哥，带你旅行不迷路。